上千艘渔船散布在半冰冻的海面，无法靠岸动弹不得。有摄影师出动空拍机拍下这个冰封奇景，仿佛时间静止的壮观画面，引起网友热烈讨论。今年的海冰比往年都要严重，冰厚啊都达到了将近一米啊。最近这段时间那个大连的天气降温比较严重，海冰啊就凝结速度比较快。但是今年这个渔船哈、冻在那个像钉子一样的。冻在海面上，根本动弹不了。海冰不止提早一个礼拜出现，范围更持续扩大，才会让附近渔民措手不及。近海捕捞渔业全都暂时停摆，而在江苏的高邮湖也出现了封湖奇景。但流动的冰块却也造成养殖区的围网和竹竿被割坏，让当地渔业业者伤透脑筋。啊，赶紧弄，发动啊！来了，你动，看半天的，这个危险怕的慌。冰凌走了之后呢，它里面养殖的这个鱼蟹啊，会全部跑完。特别面积小的养殖区啊，它是叫属于叫灭顶之灾。为了避免十万亩的湖鲜借机逃狱，不少渔民耐住寒冷，在湖面上及时赶冰破冰，将损害减至最小。记者唐全报道。